次看到你那个小狗脸，就很想要把你吃掉。今晚我不孤独吗？你孤独一个人的时候，都怎么解决一些一个人的时候的需求？就是时间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解决那些事情？你不可能一直靠你左手跟右手吧？不管要用哪一只手哈、哦，用哪一只手之前啊、哦，都要先消毒一下。来，我的那个消毒水给我拿上来。因为你可以继续讲这些吗？因为我们这边有小朋友呢。有吗？哎，没关系啊，这么晚了，小朋友该回家了啊、哦。来，你都用哪一只手？我先帮你消毒。真的，两只都有吗？真的，有时候累呢。两只手。不用，不用帮忙，这个很厉害了。看他长得像 baby face 怎么样？他已经50岁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就不要一直讲这个。他孤独很久了，所以他的量哦才会这么大。你是说写歌的量？对，我要讲是这个。你们怎么笑成这样？是不正经，自己讲到你的量很大，那、你怎么没有写歌给我？哎、欸，是吗？我有，我有哎、欸。有吗？被我们退掉了吗？为光良公开招婚，大马男人的好吼，我最清楚。全场我最适合好好的推荐这个男人。你们知道我们光良现在体脂肪多少吗？10%。通常哦，跟大家分享自己体脂肪10%的人，没有露一下是不对的。我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插进去。插哪里？你要插哪里？你要插哪里？有真的是竞争，10岁也可以这样的啦。真的，他真的给他很励志的感觉。其实那个勇气是为你们唱的，你知道吗？为我唱。对啊，因为你们不是想生一个女的吗？啊，你现在要弄我是不是？小孩子不需要勇气，生个女的更开心。你现在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们都。